你看连这个哦，塞那么紧，你看，哦，哦，哎，这行别针，有装力来招奸吗？很认真呢。我跟你讲啦，我们先不管那个什么孙总那个怎么样，你有去看吗？有啊。你还帮他增加流量干什么？他就是要蹭流量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勤勤勤龙免扣乳通通包回。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Tire Plus 持家持家汽车服务中心。这是2022年第四届走中奖寄来的大礼包，很重哎，我刚拿很重哎。啊，最近天气变冷了，套装去买一下吧。现在这种天气很好穿哎，就会用的来在身边都啊。你穿起来我凉爽，合身剪裁，有没有？裤看起来跟他修长，男女适用，好不好？啊，钥匙圈那不要，钥匙圈我跟你讲，慢来的一定都抢不到。对，卖蛮快的。好，开箱了。这次呢，我们没有入围，但是我们有收到邀请函，我们会去参加观礼一下。哎，很多箱哎，啊，一箱箱都是那么大箱，你看。所以盒中盒的概念嘛，所以我现在开第一箱。哎，哇，哎，邀请函在家呢。每一盒都有一个邀请函。我们在。有一个立可拍哦，他意思是说用这个底片机拍走中奖，我觉得这太认真了吧？这多久之前就要开始做了、啊？他那个整个箱子，你看连这个哦塞那么紧，你看，哦，哦，哎，这行别针走中力来招奸吗？很认真呢，我跟你讲啦，我们先不管那个什么孙总那个怎么样，你有去看吗？有啊，你还帮他增加流量干什么？他就是要蹭流量。我是看新闻转发的，这样没有了，不算了吧？对啊，我们这些创作者没有任何的那种财团、电视台资源，然后做到这样子，不应该拍拍手吗？对啊，我不是以前那种三张照片可以握手，五张唱片可以抱抱的那个时代，你知道不？家里靠着一点关系走后门可以进电视台拍戏，我都没这种东西了。其实我觉得 YouTube 给予一般全台湾的素人一个梦想，他可能他有表演欲，他有可以想分享的东西，他有他的不一样的创作题材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可是他没有后门，他没有认识孙德龙啊，比如说嘛，哦，啊是我阿姑是什么中视华视 TVBS 总经理，那我们出生在这一种平凡家庭的平凡素人，难道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辈子就没有办法发光发热吗？我觉得 YouTube 最好玩的一件事就是，无论你长成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无论你是吗多没有才华，多平庸，永远都会有一群人喜欢看你的东西，多跟少而已嘛。我觉得就是这样嘛，你阿呆你随便拍一个，也会有固定的群众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去讲东讲西的？你跟他讲，以前嘿，就这明星拢上面歌唱比赛、跳舞比赛、有诶无诶比赛，五等奖、几等奖，嘿出来，嘿有无？你跟我说啊，人家也是平民出头天，我来讲啦，嘿歌唱比赛嘿拢有后门诶啦。你以为去比那个几等奖、几等那个全部都素人啊？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，你知道吗 ？LA Boy 之前不是参加五等奖跳舞比赛，他们是很有才华，没有错啦。问题是，嘿，因玩在伫美国的时阵，你知影像点来去引导无？叶爱玲哦，啊，嘿无关系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才华，没有错，他们也是透过比赛没有错，可是总是还要有一点点的裙带关系在嘛。可能引荐他去对啊，参加节目。我以前跟张善伟，我两个去参加那个发型发表会，我们两个当发型模特。为什么结束的时阵一大堆记者你给他拍照呢？啊，看看我想讲，我们两个一起来参加，为什么他有很多记者拍照？结果拍完，我跟他一起去牵摩托车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讲说，他姑姑吧叫花佩兰，嘿，真正拢无关系吗？我常在讲说，我们欠栽培而已。从那时候我就觉得，我们不只欠的是栽培而已，我们欠的是一个有力的亲戚。我们欠的不是只有栽培而已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欠关系啊。所以那时候我就算了，好，我们好好的读毕业，当完兵回来做工作。哎，好不容易后面有一个 YouTube 的这种东西，让欠栽培的我们、没关系的我们，有机会让我们的现在40多万的观众朋友看到我们，啊，不是很棒吗？好不好？阿伯一安内啦，小师的这个套装有没有？买3套合照啦，买5套抱抱，买10套带你出去玩一天。啊，不是讲削粉丝的钱，啊，不削，大家来削啊。哎，好，再为了讲这个讲10分钟，我觉得没有离题呢。哦，因为他是在讲走中奖。对。对啊。
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花？我看得出来，永生花啦。简单讲就礼品，永生花的礼品。哦，我知道这玩游戏的嘛，有没有？桌上安呢？好哇，好连刚拎的拎规定的你恭喜胜。这是酒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。对啊，啊，喝完不能开车、哦。那来上班的时候先喝，边开边喝。啊，喝完不能开没？好了，下面没有了，下面好像没有了啦。应该没有垫一个这么大，对啊，啊，这跟他妈的汽车的后车厢一样，你洗嘞，垫一大堆东西啊，这不就正常的吗？好，我再看是不是每份都一样啊？哎，不一样哎、欸，这比较重哎、欸，真的不一样啊！哎，不是啊，他们是顺便在卖商品是？哎，不是啊，可是这是金兰的东西耶、欸，这可能是赞助商啦，对，我觉得应该赞助，而且大特情趣也有赞助，大特情趣也是赞助了很多 YouTuber 哦，这是些按摩的嘛。啊，这里飞机杯哈、啊，啊对啊，飞机杯，那、啊、种不是伯恩。哎、欸，我干嘛这他们多久之前就要开始筹备这个东西了？哎、欸，走中奖，走中奖保温杯，哎、欸，这纪念的呢，哦，上面有一个钟哎，你看，哎、欸，这是为了走中奖在走哎。没有关系，跟你讲，得奖的是手撕汽车生活频道，有了关系就什么都没关系了，类似那种感觉啊。谢谢。虽然我这次没有入围，没有入围，我们就发片酸几个评审，没关系，我们不在意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三套亲亲，塑胶的吧，哦，还有盖子，保温杯了，精致呢，雾黑色的呢，哎、欸，这个蛮精致的呢，蛮有质感的，真的蛮有质感的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们有付钱吗？他怎么会给我们那么多东西啊？我们有付报名费啊，只有报名费而已呢，还是因为阿丹你报名费付很多，付到紧绷，直接变 VIP， 哎、欸，真的很精致，真的很精致。做得很棒，阿加马吉尔，这果汁随行杯应该，哎，为什么有 USB 无线充电式的，好像是可以打果汁。哎，弹力法圈呢？哦，我冇想要用这把的啊 ，Pony 啊，法圈还有牌子啊？法圈有啊，不咬头发的啊。好，下一个，哎，这真的太紧绷了啦，太多东西了。对啊，我以为来就是一张邀请函。对啊，哦，酒啦，对吧？酒嘛，哎。双龙汽车，我跟你讲，他没绝对没想到寄了这么多的大礼包，唯一会冒犯到就是我。星光下的竹径这一张，哦，冷气香氛，冷气也香氛的啦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啦，而且我刚满超戏呀。啊，冷气的香氛呐，好，阿呆这个就交给你，好不好？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那种民族意识啊，啊这一张。AMD 呢 ？AMD 恭喜收，该不会是 i9 的主机版吧？那我抠脸，啊，好像是被子啦，上面。哎、欸，还有扣子，是衣服哎。啊，都该 GoPro 哎，赶快啦！啊，大概时间到了，你是好狗狗吗？好了，这不错了，这个你们这爱搞怪的就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开箱完毕了，没了，空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结论呐，我先讲啊，我真的觉得哦，这个靠这个所有的比较前线的创作者，他们真的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搞这一些，我真的是很佩服。你如果是我的话，有没有？我现在比如说我100万订阅、200万订阅，我才不搞这个，我叹急的，哦、我还会创这边弄啊？坦白话，换作是我，我可能不会去弄这个了。我想迟早，我就乖乖的拍我的片，结果那片赚我的钱就好了，我去补这些被冲啥？所以我们这个是给予肯定啦，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自己拍影片之后才发现哦，我们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那种高规格制作出来的这个电视节目，我们就觉得哎，制作一个节目好厉害哦，对不对？现在到我们自己在拍摄这些影片，虽然规格没有电视节目那么高，但是一步一步，我觉得我们也是慢慢的对自己进步之后做出来的成品觉得很开心啊，好像自己可以做出些什么事的感觉。好，以前你在看人家唱歌，看人家拍 MV， 以前我们在看人家哦，谁主持功力好强哦，讲话好笑、哦，哪有想过有一天哎，我们也能弄出一些东西来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小时候看那些车评，对不对啊？我怎么想到有一天我不是车评啊，我们也可以模仿人家拍出类似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真的觉得每个创作者都很厉害啦，也都很努力啦，大家加油！那非常谢谢主办单位啊，记得这个礼包给我们。那虽然我们没有入围，好、哦，阿丹你们继续努力。那这个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再见，拜拜。情情情龙免风雨通通包准。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Tire Plus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。我那时候看到我就有点不舒服啊。他想法比较传统一点。我觉得不是呢，很多人说跟那个廖老大如出一辙，我是没有想到那样子啊。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说整个资源是不一样的。
以前那个时代，你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出来，只要公司肯栽培你，你霸名昂哎嘞，黑波昂真正是六问题啦。以前是公司要栽培十个九个一定没问题啦，大片都是粉红色的，放屁都香的，那是那个时代嘛。啊，现在是每个人都可以拍 YouTube， 妈成功可能只有一个啦，不一样的时代啊，没在蓝鸟比鸡腿啊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关系攀关系啊，有了关系就什么都没关系了，类似那种感觉啊。好、哦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有差啦，时代真的有差啦啊，反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有认识业界的亲戚嘛。啊，走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